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我心所爱的啊，这是主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放羊啊。然后生羊遇到苦难的时候，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们的主是把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旁，哦，对不对？叫我们想起那个经文的。所以我刚刚还没有讲完。各位，我们一生我们的目标是要得着也 Philadelphia 教会。我们要多得找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华语怎么说？菲拉铁菲啊，是的，圣徒啊那种的教会。如果得着的话，真的是有福了。为教会是，真的是会决定，有个人家庭对不对？他的职场事业，然后前面的遇见，全部都教会的祭坛，祭坛带来的祝福了。所以各位，以弗所书讲到。关于七个现场的时候，以弗所书对不对？第四章开始，第一个是什么？教会了，教会同父同母就是一主一灵一心一体，对不对？一个心，一个习，一个的产业，都叫的。所以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是从教会来的。那教会呢？我们能够会得侍奉。的一个岗位的，所以没有侍奉，当然没有天上的，产业的喽。很多人是这个末日啊，去天堂回来啊，也告诉我们说，就是每天每天从地上啊，这句话是可以参考就好，就地上把一些材料继续会上来，用那个材料，天使是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永城啊，永远的城。所以呢，我们每一天的侍奉。实在很重要的。那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职业，世界上的学校，世界上所有的人际关系，我的家族，全部要跟这个教会要连接起来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讲到七个现场，一个是第一个是教会，对不对？从教会开始，然后第四章十七节开始，我们要破旧衣，穿新衣，对不对？然后呢，真的要心理更新的变化。以前老我所做的事都不做，直到第五章二十一节是个人现场，从教会来的。所以教会如果你遇到的是很糟糕的教会，撒地教会这样的话，虽然里面有几个还有生命的啊，但是很辛苦的，那是很痛苦的事。所以呢，然后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就大家知道夫妻现场，对不对？然后第六章一到四节就是父子现场，第六章第五到九节是职场现场，然后我们属灵征战，对不对？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天天有就是天空属灵期的噩梦，执政的掌权的关系，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期的噩梦的征战，所以我们绝对需要一个建殿，绝对需要传耶稣，传耶稣那是全副军装。然后呢，不够。一定要认识传福音讲的每一样事情跟圣灵的关系，所以就是救恩跟圣灵的关系，公义的复兴经跟圣灵的关系，真理跟圣灵的关系，我们的平安是从哪里？平安的脚步，对不对？我在家里也平安，我的脚步是在职场里面也平安，教会里面的更平平安安，更喜乐的那个脚步绝对有平安，我们的人生绝对有平安了。然后就是传着平安的福音的血，所以我们传福音，多得同得平安的人得，就是跟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后面说的，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先是需要什么？传带全副军装，然后有信心的藤牌，是从头罗马人的藤牌，从头到脚全部都是遮盖的，所以这里的信心、救恩，这里的公义、自由、圣洁、信心、真理、宇宙观、世界观，全
上帝的真理事实事况的了解，对不对？那脚里面的平安都有遮盖的啊、哦。然后右手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话。他就以弗所书是大家都知道，尼姆斯是最爱以弗所书。有一个信徒信了主，必定是以弗所书全部要叫他恢复了。创立世界之前开始，对不对？得了儿子的名分，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充满圣洁，对不对？然后圣灵怎么样的印记在你的身上？当你听到的时候，何等大的指望，何等的荣耀的丰盛的一个基业，何等好大的能力呢？随时能够临到你的身上。这个奥秘是什么？有教导的是好料教导。这个事情是原来是我们是曾经死在过犯罪当中，对不对？怎么样的回复？第二章已经跟以色列人了，已经成为今日的亚伯拉罕了，今日的撒拉了，对不对？在先知属徒的根基上面建立起来的教会。各位，所以得到好教会是影响你的个人的生命，影响你的夫妻的健康喜乐，彼此相亲相爱，然后就你的父母也蒙恩，后代也蒙恩，你的职场你的事业天天发旺。刚刚有一个姐妹说，我的丈夫是非常爱主，在教会里很认真是奉主，但是他的事业太兴旺了，忙着，所以他重担很多。那我的建议是，他是靠教会的祭坛来做事业，非常平安，天天会看到约瑟所遇见的，就是巴珠拉亚珠拉所遇见的，该有遇见的，全是被他这样打开的。那生意不是我的目标，乃是得人的一个途径。所以教会要对的，教会的要教导要对，绝对是要 Philadelphia Church。那在苦难中的四面来的这样的信徒，对不对？那样的家庭要得安慰。看起来说是黑，但是其实极其秀美的。基督的眼光里面，我是真的秀美的，这个必定要回复。那在哪里找？所以这里说，我的亲爱的啊，你在哪里就牧访你的羊群呢？在哪里呢？他们是在哪里有商务的时候会得歇卧呢？躺卧在青草地上，那一个教会，那一个教会。所以我的建议，各位，三次教会里面的，我是通常这样建议的、哦、各位在哪里发光作业？在哪里？我们不要否认传统教会，要先你所属的那个教会里面啊。也刚刚我们两位 Melbourne 来的、哦、也是澳洲来的，也是目前所属的教会里面，他们是老米，把我带到主以色列啊，天国那里的拿俄米，感谢他。我虽然说多认识了博阿斯的那个恩典，但是不撇弃拿俄米，就是生了孩子，头一个叫拿俄米宝，那种的啊。我们的祷告很清楚。哦，我新的恩典来了。哦，我们这三牧师讲的这么好，好像。马上比较我们教会的牧者跟新加坡传来的信息，好像哦，那从这次开始很多的悲剧就会发生。你既然能得着的，我常常跟弟兄们这么说，你不要那么兴奋蹦蹦跳。如果你蒙恩的话，你蒙恩的证据在哪里？你的夫妻现在怎么样？你的孩子怎么样？你的工作怎么样？你的早上一直交通，这是尼姆斯、这三牧师传讲的信息的重点，重点，重点，这个地方，必定是认识主的人，什么都会改变过来的。证据在哪里？我绝对相信各位，有一个人，真的现在是这个网站时代了、哦、所以呢，借着网站得了很多的一个美好的上号的恩赐，也美国牧师当中也有，韩国牧师是大家听不懂，那是我是得到这个恩典，然后华人教会里面也有吧、哦，但是我是比较少，以前是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我是唐崇荣的分士来的，
唐中的牧师也是可以说我的一种恩人当中的一位啊，所以他的更新派 Reformed 那个 Theology Reform Movement 就是 John Calvin 的啊，所以加尔文的，那是非常正统保守的，所以我非常亲爱我们唐中的牧师，他比我大概10多岁吧，所以呢那种的一个世代之差，他那个时代呢会真的影响整个的华人，但是就上帝有使用唐中牧师的地方，我觉得后来他是我的老米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哲理太多，哲理啊就是 shock 啊，讲根本问题，唯一的问题，唯一的答案，然后认识圣灵，古阿桑玉柱同行，这样就好。但是为了这个，然后要打碎很多不信的人，这个世界是什么进化论者，不对的教义的人，他就打的。那我读神学的时候呢，真的也需要他。我听了他的信息是，当时是没有什么 CD 这些哦，就是 cassette tape 话应该怎么说？卡带几个 box， 快速棉几个 box 是满满的。都是我今日我成为怎么样的人，过去很认真学习的时候，也不但跟他学习很多的教义，也要学习华语，所以我的很多华语诗就是唐春鲁牧师那么漂亮那么流利那么有能力力量的那个华语里面出来的。那真的我们都有恩人，但是呢1994年我是发现那一年是我是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年是真的是可以说对我生命来另外一个重生。以前是没有恢复主，我刚刚第一堂里面跟各位讲的，总是人为，真的是很痛苦，教义对，但是实在是人为。到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到有一个恩师是教我的眼光神为方面眼光能够会打开起来，但是感谢主，也借着几位有些恩师这个方面继续强调的，他们虽然他们强调之后呢没有像我们一样用渐变然后神为这个恢复的过程说明的不是那么的，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一个提法启蒙对不对给我，然后这是1994年开始到现在是多少年了，24年，是我是继续不断的寻找神为的一个的过程，一个的日子来的，到现在不完全。那今天我的喜乐在哪里？多学习我的主在哪里，我的主告诉我什么，我的主怎么样的安慰啊，这个是人类的情况里面，我只有愿意学习，马上主把我带进到那个内室里面去。所以我的亲爱的啊，你在哪里牧访你的羊群，各位很重要啊。但是各位如果现在有一个传统教会里面的话，我是建议各位不要马上都会出来，也不要马上开口讲很多什么，哎呀我们教会不对了，哎呀不要这样，就是继续要带着感恩的心。如果你什么得着的话，大概1年安静给他们看你的变化，你的祷告，你的眼光，你看圣经的内容，然后你的最人人都看到的是你的福气啊，有没有真的是主的工作在你们中间，无论怎么样的糟糕的夫妻关系，我们相信的是 El Shaddai 我们的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 他有能力可以改。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交托给他，交托做工所以呢这样大概1年2年3年，你安静的真的要享受那个的。我们当中很多我知道很多是借着我们祭坛所分享的信息得了医治，夫妻也是快要离婚了再回来了这是我遇到有一对夫妇是两次离婚了两次复婚，那现在都在基督里面了所以生命这个恢复之后呢，你不要着急，主必定为你预备羊，你的善羊在这个下面就说
你的山羊牧放在那个地方。山羊的意思呢，就还没有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圣徒，山羊有种宗教徒寻找上帝来的，把牧放在这个有生命的堂，生命的一个地方，生命的团契里面。那么你还在三子教会，还在传统教会里面，但是呢，主必定为你安排一个两个的羊群，养育他们，就是牧者，你的牧者欢喜快乐的。哎呀，某某姐妹啊，真的很会传福音，她牧的真的是还不到一年呐、啊，人的生命就改得完了，牧者看到了，啊，当然这样的话最好。然后真的爱生命的牧者，爱主的牧者，是必定有这样的会看见而赞美的，然后会谦卑的，默默的会哦，某某。你就是你出来做见证，哎呀，过去两三年，我看你的家庭，你的牧养工作，很多美好的一个见证。那做见证的时候呢，还不要讲什么李彻，什么朱志山，因为这个他们一查就是全变成异端了。所以呢，那不讲那个的，有智慧吧，智慧。嗯，就是说，不是说生命堂说，圣经说，嗯，对，全部都是圣经的内容。哦，而圣经这样的框架我，这样哦，那呀，你能不能讲一个道，或者在妇女会里面分享一次？我分享的时候呢，全部都活的活水都会出来，听的人都是一愣一愣的，那个得到一个生命了。那牧者也听的时候呢，我也得着了。谦卑的牧者的话，必定会这样，啊、就需要一点智慧，有一段过程。之后呢，真的一个前辈的牧者的话，就，哎呀，姐妹啊，真的圣灵特别的恩待你，你能够真的明白上老道理，然后以马内利，然后你的人格的一个喜乐，我们大家都会看得到的。那谁教导你的？那你前面是记着圣经教导我，圣灵的默示教导我，要等到就是连我们这个时间表也不能分辨吗？的确是这个牧者想要有些治疗，有些想这个他所领受的信息的时候，讲讲讲，朱朱山牧师，李彻牧师，听听他讲的整个创世纪，整本圣经的缩小本，创世纪明白，从出埃及开始到启示录全部都明白，所以这个的脉络实在是很重要，有这样的介绍。那牧者说：“他们长得是那么好吗？”嗯，好啊，牧师啊，虽然他们也受到一些攻击哦，但是请你听听，在哪一个地方是我要注意的？总在这还是请教哦，因为牧者嘛，哪一个地方是他们我要注意的地方？那牧者，就听的时候呢，很留意听，因为他有牧羊。自己养的一个心，所以很认真听的时候，要寻找一点危险的有些偏差的那个东西要找出来。没有啊，再听一个，没有啊，再听，很好啊。那个牧师能不能来我们教会也有点教导门徒训练呢、啊？那个姐妹哇，太好了，这个是最完美的，最理想的是这样。我们真的盼望这样。嗯，然后对过去的我们的母台哦，生养我们的母，就是传统教会，我们有这样的感恩的心。但是，我这样做了之后呢，哎，很奇妙的，这个牧者呢，嫉妒我，好像扫罗嫉妒大卫一样的哈、哦，哦，什么扫罗杀的是什么千千哦，我们教会的女执事杀的是万万哦，啊。所以不谦卑的人，然后呢，慢慢的，一些，不应该的动作都会出来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独立，也可以建立一个教会的，啊，总是需要一步。所以我们也不反对建立生命堂的，但是就是逼不得已的情况里面才要做。然后你既然做了，那你要负责。不是，当然不是你自己负责任的，但是呢，你要胜任那个的担子，那个的使命，知道建筑的面。
不要随便的开，随便关，开关，开关这样哈。教会不是开关了，所以实在是要卖命的。如果你前面那个已经经历那个恩典在你身上，那种恩膏，那种世代的意象在你身上，就像李牧师跟智商牧师一样的这样的意象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话，难道上帝是会变待吗？绝对不是。我们就中国最北部的一个生命堂是也偶尔听了他们的见证啊、他们的信息，我说很美，他们讲的启示录也是很美，36个分享也是很美，最近分享诗篇也是很美。刚刚问过带领的弟兄，就是几年前啊，就7年前，我就遇见他的时候，太太退他说知道了，这样的进来我们的聚会的，太太拉他，勉强的，他是要坐在最后面的，那是太太退他到，好像当时我记得是第3排，其他地方没有位置，所以然后我知道从头到尾打瞌睡，那位弟兄现在呢真的是被恩膏了，我就听到真的是我们华人啊，华人当中要多起来啊，我是个一个桥梁，我是一个常常说的那个叫什么啊，就是电火线而已，导火线而已，杂谈就是每位的华人，各位的华语，华人的文化的修养那么的美好哦，那必定要起来，就像我们智商牧师一样的要起来，百倍千倍的要祝福全世界的华人哦，所以一步一步都有时间表了，我们千万不要人为的妄动或者骄傲，我们就耶稣基督代表的他的属性，美的是谦卑、温柔、忍耐、等候的。我们活着的目的是并不是为了建造教会，那是次要的，第三次要的事情，很重要的是为我活的。各位，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的，为自己的葡萄园而活的，为自己的产业而活，为自己所爱的人要蒙恩而活的哦。所以实在是各位，这概念要清楚，概念要清楚。那有一些自己出来几年打过，但是真的时候还没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啊，主日也看李牧师的视频，主牧师的视频或者其他堂会的视频来做崇拜。 No 绝对不是，主非常担心，我的心灵里面真的感觉到他是应该要谦卑的回去传统教会，从头再开始刚刚我跟各位分享的那种的方式来谦卑，要服侍。你在佛教徒在寺庙里面服侍是很辛苦的，那起码他们是拿着圣经传讲圣经的教会里面，虽然他们还没有得到你所得的那个上好的恩赐，那个的眼光，但是呢学习谦卑，然后服侍旁边的人，服侍牧师应该要这样的。这是我很真心把主的话传给各位的那有些地区是真的是被逼迫的不得了，那他没有办法，那你要担得起这个的使命，但是你要天天为着菲拉德尔菲亚教会四的教会被建立，要的人是不重要，你主所长的树呢两三个人就够了，两三个人里面什么都有，两三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在哪里足够的叫你学习耶稣基督那个遇到的各样的问题当中，也眼光绝对不要放在人数复兴，所以要必定要记得，我们就耶稣基督无病而立，10000人来了，第二天更多人来了，耶稣就隐藏起来了，来找他把他拿出来，你们真的是找我是为什么是否面包是否你们要得什么福气，或者你们真的看到神在你们中间行出神迹的那个
miraculous sign， 你们看到这个来的吗？来找神的吗？为你的命而来的吗？我们就也许就这样讲。那么，对啊，他们这样讲。耶稣说：“那么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样的人必定会认识圣灵，你的灵魂改变过来，你们会看到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哎呀，他讲的什么话呀？太难了，都离开了。十二个人，其中耶稣就是说：“你们要离开吗？”耶稣就是这样子给他们挑战的。啊，彼得说：“永生之道，你在这里，我们跑到哪里去呀？”我的亲爱的啊，你在哪里牧房？各位，这个牧者，然后那个的牧房的羊群，要知道的要清楚。那么耶稣基督马上说：“你们虽然十二个人，其中一个是不是属于我的？撒旦之子。”我们就耶稣基督借助那种的情况，经历过的那种的事情，来今天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教会哦，各位放假要拉人，要推人，很辛苦的。你讲得到正确，这样就好；讲得到正确，这样就好。那么主需要你所传讲那个信息的人，主会带来。我是各位很坦白的说，我就是知道建筑的面目，我不来，各位当中也没有关系哦。我知道就继续做工的。所以两三年前有点矛盾，发现我说不要来了，因为在美国，单单那个几十个人当中，各样的问题当中，我把这耶稣基督一起得着，然后放在短篇、短文、诗篇，放在网站里面，主自己找。所以也中国的门路也被关起来了，有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各位，我讲的意思各位要清楚吧，每个人现在情况不一样，有的是建立圣明堂了，然后努力要建立 Philadelphia 教会了，有一些人的教会生活是很矛盾了，请各位，主没有矛盾，我们自己矛盾的。所以呢，我们必定要多找吧，也主的善良，主交托给你的善良，就是从你的家人开始，要放在就有生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教会啊，今天的经文是有这样的意思了啊，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责任不在我身上了，各位自己在主的面前负责啊，我绝对没有拆毁教会的，我是要多建造教会，好的善后的恩赐要多给他们。第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这是良人所讲的啊，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羊群的脚中是什么？啊，挪亚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这是羊群的脚中。圣经了，圣经的历史啊，要跟从他啊。跟随羊群的脚中，千万不要跟从山羊的脚中，更是千万不要跟从豺狼的脚中，一定是要这样，能够有分辨的眼光。蒙恩的人是会知道的，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有生命的教会，有恩典的教会，恢复神为的教会。我的骄傲，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喂，马是什么的？马是做什么的？马是主人王骑的。所以埃及人是当时风俗呢，王死了，马也一起殉葬了，马也一起，就是马是他的主人改变了，不会听别好的骏马是不会听别的主人的。所以王是用的白马、千里马，王死了，马也一起埋葬在王的坟墓里面了。那所以骏马，你是王所用的一套骏马，就是我们。我们不会改主的，然后呢，主使用我们的，
在我们家庭里面使用我们，我们的地区里面使用我们，这个时代也使用我们。我们是主起的，妈绝对不能随便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必定有主啊、哦，有这样的意思。先各位要这个意思哦，要清楚的了解一下。第十节，你的两腮，腮是是否在这个地方哦？腮啊、哦，腮，两腮啊，姐妹们很含羞的时候啊、哦，含羞的姐妹啊，有long hair， 很长的头发，然后呢，有一点风吹的时候呢，就是她的两腮看得出来，看到自己的情人的时候呢，红起来的，那个光景，真的是。所以这个是这个形容的非常的美好啊、哦，我的骄傲啊、哦，就是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他的头发是就是辫发的，为谁？为谁？当然是为自己的情人啊。我们信徒呢，不是自然的头发，乃是要辫发。借着什么？借着就是我们的主的教导，我们的头是向着我们的思想啊，我们这些哦，就是哇秀美，我们的思想真的很秀美。看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里面哗来的那个感动啊，很秀美的一个智慧，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心灵里面都一样的，就是要秀美装饰。圣徒是真的需要装饰的，信了主。然后那个自然状态继续的话不行，必定要继续不断的秀美。我们要还上西马伊，西马伊斯讲我们的行为，对不对？我们的美德都要还，有这样的意思。你的景象，各位景象是什么？景象是头跟身体的连接的一个地方。景象高的人，我们通常说像那个鹿一样的，很尊贵，很优雅。啊，金祥，所以金祥也是姐妹们的，美丽，点里面，金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金祥是我们，当做一个信心，有一个桥梁，啊，是否太属灵的，就是灵异捷径吗？但是其实很多学者是这么说的。金祥在后面的时候，好像大卫的盾牌一样，很多的盾牌挂在。这个景象上另外一个形容在后面哦，所以就是景象是盾牌，大家知道盾牌星星的盾牌哦，所以我们的景象头认识的啊、这个知包知识必定成为我们的心，我们的手脚，我们的行为啊，所以景象，所以我们的主的眼光里面这个景象是很美，在金祥也有姐妹们是有装饰哦，所以，因珠穿而华美，这个金祥是需要的，真的需要用神的很多话，基督的美德多多学习，我们的圣徒的生命哦，有这样的华美，我们要为你遍上金链，项上银钉。在这里我们是谁？我们啊、我们就是也主也包括就是耶路撒冷的众童女啊，所以主的羊走过来的脚中，对不对？我们在整本圣经哦，整本圣经里面会学到的，所以呢我们就圣经里面的很多的属灵的伟人也是我们的信心的列祖，他们的很多的见证是修炼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啊，生活侍奉了。所以各位何等的美啊！为你编上金辫，对不对？有的人是头发卷了，但是还有一个金色的那个金丝辫上，然后镶上银钉，真的很华美的样式。巴不得各位和我的样式是这样。然后各位每次看到各位良人耶稣的眼睛里面的时候，眼睛里面看到你的样子是那样，
哦，所以我现在雅各书第一章是花多一点时间，因为很重要的 concept， 很重要的概念是雅各书第一章里面会出来的。我花一点时间来教各位明白的话，第二章开始是很顺通的，会明白的。所以第十二节，望睁住息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衣带莫要藏在我的怀中。各位，这是何等美好的光景！各位每次祷告的时候，主啊的时候，各位生命里面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各位知道那个感受吗？那个的光景，对不对？就是生命一默你的心弦的时候，你一想到任何的难处里面，想到如果我的主的话在这个场合里面他是会怎么做的时候，很奇妙，你怀里面的那个末腰一个拿大香膏发出香味来，所以很美好的一个智慧我们能够会得到的。我常常在美国很多的香树我在散步的地方，我就散步的时候闻到那个香树的那个味道的时候，我是思想过，其实并不是香树的香味给我健康，哪一个是给我健康？各位回答吧。不是香树，白香木，香树的香气，那个一点点那个香气，叫你恢复得医治健康 ？No， 是什么？那个的香气，叫你的心灵里面的激素那个 hormone 出来来得一直的所以呢我们常常接触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奇妙，那个香气呢，原来上帝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一种的药品，那最好的良药，对不对？喜乐是什么良药，对不对？人的疾病也能够叫我们得一直的。各位，真的是这个良药很重要，这个灵力真的很重要。这次有时间的话，我跟各位分享一下灵力是怎么样得到的。千万不要像耶稣别神秘主义者他们寻找的那种灵力危险，那是一个佛教徒、新徒教徒所做的方法。我们基督徒所得的灵力，就像大卫在哥利亚面前，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变成完全是冻雨，冻起来的雨，并不是他没有能力。他们有能力，因为耶和华跟他们同在，但是他们惧怕胆怯的心思，看到哥利亚其实他是虚影幻觉而已。当大卫一个少年十六十七岁少年一出来，他是有灵力的，所以呢，他就宣告这个没有受割礼的这样的乌龙上帝的圣洁的子民，他就气就上来。那大家连他的哥哥也骂他，扫罗你行吗？王啊，我有牧放我的羊的时候，狮子来把他的羊嘴这个口还是嘴就裂开，大凶来，我就打他，他马上就被击杀。这个一条狗一样的王啊，也不需要你给我什么军装。我就一个石头就好了，万一所以呢，他拿出来是几个？三个还是五个？万一了，但是他是知道，他是圣经明明说他是一边跑一边，换句话说随便丢的意思，随便丢也非常正确哦，应该要打到的地方就打到。谁做的 ？Almighty God， 为这是我在生活当中。当我的心有些胆怯的时候，我的心有些难过的时候，我的身体有一些不好的一个状况来的时候，我是每次想到那个光景，灵力就来，灵力来的时候健康也来，病魔绝对不能侵犯，哥利亚不能侵犯。哥利亚打到的同时原来是以色列有那么多勇猛，以色列有那么有能力，把非利士人全部都抹杀的事情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圣徒的家庭里面、圣徒的财政管理里面、圣徒的教会里面、圣徒的健康管理上天天要发生的。
所以各位每天每天早上起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来吧，凡事都能做。啊，这是比较困难一点，是不是啊 ？No。今天凌晨两点三点的时候，在隔壁房间吵的，不是吵架哦，喊叫，真的是鬼声哦，喊叫的那个，我听不懂，他是讲马来话或者华语，我不知道。啊，哇，那个声音，很难过。明天整天要跟我们宝贝弟兄姐妹们要一起要分享主的话语，我必定要充分的休息，必定要需要体力，很多的一个胆怯的心都来。各位讲道的人都经历过，带领这个特会的人会经历过，但是一下子灵力就上来，角色不一样哦。这句话的意思呢，魔鬼试探怕我，明天必定好事情都发生。哎，我的整个思想思路啊，是全部都是有全副军装，有胜利的光照，所以有灵力就来。人啊，如果我们是真的是人的话，不是猴子，真的是人的话，按照有灵魂的神的形象来被造的话，我们的生命是连接于三层天宝座那里，对，浩大的能力来的那个地方的话，也圣经都告诉我们怎么样依靠，对不对？这个要得着的，这个要必定要得着的。我们每个教会的传道人，这个方面要成为专家，也好的要教导，特别祷告当中灵里怎么样得着，这些是各位让为家里跟各位的太太或者各位的丈夫差一点要吵架啊、来的时候，各位必定要记得这句话。你一恢复灵力哦，你的眼睛改变了，上帝为我安排的，我的良人，我的骄傲，我们二人灵魂体关系全部称为一体，同德基业的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那一下子奇妙，刚刚一分一秒之前的力量跟现在的力量的确是不一样。各位有一个胃肠有点不舒服等等来说，各位不得着灵力，就是继续思想哦，刚好，所以昨天我就看到新闻报告，是某某人有名人士得了胃癌而死，是否上帝叫我预备心啊、如果有这个，是否、真的样子症状也差不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就是哥利亚，你完蛋了。但是呢，你得到灵力是什么样的呢？难道我的主不与我同在吗？难道我的主不爱我吗？难道这个的胃痛我与主的爱隔绝吗？可以吗？任何的在地上都是天上高处的地处的事，现在是将来的事，绝对让我发现在那里发现主的爱的。所以主的话就来，你的一颗细胞，你的一根头发，你放心，都在我的照顾之下，一下子拎进来。然后直到大概过了三天四天之后才想起，哦，三天前我有点担心过胃病，今天吃得那么好，完全连忘记了，记忆都没有了，忘记了。所以在我一生当中啊，好、可能是几千次几万次，各位也经历的，对不对？我非常看得起各位的灵命，能够懂得依靠灵命，人和矛盾关系，我的眼光里没有仇敌。各位，王啊，王是不需要打仗的，王是命令就好，天是天君帮助我们做，任何的连仇敌带来吧，我会洗他的脚，帮助他，爱他。如果有这样的时候呢，他就用刀来杀我的话怎么办？我在吸他的脚的时候，我的仇敌拿刀来杀我的，怎么办？那你的神是死了，对不对？实在是很重要，得到灵力，保持生命充满，明白神的旨意，来交托主的哦，那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拿大香膏莫要，这个莫要是我是很想用我们圣经的话语来讲，都很想还成建殿，用上帝的很多的话，有脉络的，有终点的，有脉络的，有系统的建殿，随时能够会明白神的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我的生命成为一个活祭的。哦，那个呢，我们真的是要掌握的。然后特别这个末药，也可以说不但是圣经指示，也可以说很多的见证经历，对不对？哦，某一天好像我遇到过同样的情况的感觉，哦，那个时候主叫我怎么样得生的，我所遇到的问题后面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七倍的祝福，仇敌一跳来攻击我，从七跳跑掉的，是那个时候不是经历的吗？想起这末药，很多的见证，不但是我的见证，这个末药呢，我们就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谁呀？从亚当亚伯开始，对不对？所有的信心的列祖，他们的所有的见证称为末药。所以遇到有时候情况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拿俄米；遇到情况的时候，突然想起路的；遇到情况的时候，突然想起博阿斯，他就是博阿斯喽。所以博阿斯的祝福来探访他的家的时候，博阿斯祝福来祝福他们。有一个团契，我们讲到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末药变成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有根有基的叫我能够会得着那个讲道的主题。所以凡事上真的需要，圣徒真的需要的是这个末药拿大香膏，不是很臭肉的味道的，乃是拿大香膏。各位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玛利亚，对不对？极贵的，圣经说极贵的那个拿大香膏打破那整个屋子里面倒出来的那个的香膏的味道是，当时有一个基督的门徒，不是他的门徒，是犹大强盗偷窃的小偷，他就说啊，什么浪费，根本不明白啊，你这么浪费，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工作也停，然后呢跑到马来西亚干嘛，不知道，他们是不知道。你什么事情，我们相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蒙恩，但是这个时代的同路人相聚的时候，圣灵特别的光照，我们的祷告特别的蒙应允的是，他们是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这个，我们需要莫要拿大香膏。我以我的良能为一棵丰线花，在银基底葡萄园中。各位，这个丰线花是犹太人是当作就是Gamel 这个树呢，当作弥赛亚的树，弥赛亚。然后呢，银基底大家知道，银基底在哪里？是什么地方？大卫逃避扫罗隐藏的犹大的狂野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实在是我们的丰线花啊，然后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帮助者，特别银基底这个狂野的葡萄园里面，其实各位很多真的蒙恩的教会是好像狂野的教会了。不能够会安住在这个世界的节目，世界的喜乐，实在不能，很狂野，什么都没有，一秒钟不依靠主不行，那个教会，所以狂野中的葡萄园。那十五节跟十七节是佳偶跟良人彼此的赞美来的，这是 opera 对不对？歌剧里面的彼此的赞美。佳偶先说：“我的良人啊，一身美丽可爱，我们以秦朝为墙塔，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各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应该讲什么啊？建殿了，对不对？我跟我的主一同住的地方，地上有地上的圣殿，
然后天上我们主为我们每个人预备永存的房屋，等到他完成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主说他会再来，新郎再来，对不对？新郎再来，然后婚姻啊仪式结婚之后呢，把我们带进到那个新郎所预备的房屋啊，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等候的日子，对不对？但是地上那个事情发生之前，地上已经有一个圣殿，我跟他住在一起的。大家会知道圣经里面呢、啊，如果不认识建殿的奥秘哦，各位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这样的信徒。所以呢，亚伯拉罕的，我每次强调亚伯拉罕的祭坛啊，摩西的会幕，大卫的帐幕，其实圣殿是大卫建造的。历代之上28章在哪里吗？其实好像上帝把建造会幕的整个的样式，那个规格，整个的程序告诉摩西一样的，一样的告诉大卫，让建造圣殿的所有的黄金，所有的需要的材料，就是大卫供应给所罗门的。所以呢，圣经里面很主要的，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他们失败，什么时候他们拜偶像，什么时候这个外面的节目 K-POP 什么韩国什么连续剧这些进来会控制圣徒，什么时候，就是圣殿里面的与主交通，圣殿里面的献祭，圣殿里面没有得洁净污秽的灵，爱这个世界的节目的灵，贪爱这个世界的钱财，贪爱这个世界的成功的心，这是污秽的心的时候，以色列人马上变成非利士人的手中，对不对？10世纪是12次反复，上帝又强调来的。那整个的历史书是举世不断的反复，大家都知道大卫离开了，所罗门离开了，国家罗波安耶罗波安分开两个了，被以色列南犹大，被以色列呢，一共有19个王，没有一个是跟从大卫的道路。大卫道路什么？大卫的钥匙，大卫的脉络。Philadelphia church去了，然后就是 Philadelphia 教会啊，菲拉铁菲教会，然后呢，那个的系统，不跟从大卫的道路，他们跟从上帝所非常不喜欢的耶罗波安的道路，被以色列的19次反复，我们就真的是有忍耐怜悯他们等候，直到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亡。那以赛亚早就有这样的中先什么早就有这样的宣告了，但是南犹大还是不回复圣殿里面的事，所以南犹大呢，就一共有20个王，直到主前586年被巴比伦，也可以说灭亡的了，就是被掳，这个有犯罪的，救主必定临到第3代、第4代，所以刚好70年，在哪里被掳？神借着耶利米说，完全拆毁，重新建造。你们去巴比伦的时候，在那里买地，建造屋子，因为日子必定需要3代、4代了。我们的主借着耶利米有这样的预告，真的就发生了。然后呢，南犹大被掳的同时，圣灵光照以西结先知，告诉他怎么样再重新建殿，对不对？所以以西结书呢，就是后面从37章然后就40章开始建殿的。所以各位，建殿是非常重要的。耶和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之后，
跟他说，你离开本土本家父家，到我说，就是我的口里讲的话，我给你的应许，用来建造祭坛，然后呼求我的名，我的名啊，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位格，这个来的。外邦人跟亚伯兰、以撒、雅各的不同就在这里，所以非常的重要，这个建殿的概念哦。还不到十二点了哦，对不对？没到哦，要不要继续？我是随时想停了，要吗？那我们多一点讲，各位，这个建殿实在是很重要。各位生命里面有没有建殿的？有没有全副军装？那随时都就发出香味的那个墨药，拿大香膏，各位身上有没有？然后接着什么得着的呢？你要跟从羊群的脚踪，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各位真的要认识世界，世界是什么？我们以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的，然后要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死而复活。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信耶稣基督，但是信耶稣基督是什么他们不太了解。信耶稣基督最重要是什么？成为儿女的。所以常常人家都说我是神的儿女，但是一点也不像神的儿女。我是皇太子，一点也不像啊。儿女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各位，所有的宗教跟基督信仰的不同在哪里？各位常常传福音的时候用这个来问。所有的宗教，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基督教的。基督教是带来最大的祝福的。宗教跟基督信仰，基督信仰不同在哪里？宗教里面是没有什么修行修道，好行为都有，对不对？他们的教导的，他们的教义也都有，没有什么死而复活没有，所以不能得着新造的人。所以只有耶稣基督里面死而复活，得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舍己代赎那个功效的人，才称为基督的圣体。所以就是基督的圣体。也说这个叫圣灵的殿，圣殿。各位真的是需要这个的系统。各位常常读经好不好？常常读经是好不好？好的。但是呢，如果不知道这个大卫的钥匙这个脉络，不知道情况里面继续读经的时候，当然是圣经是圣灵默示的，你常常读经背经，然后顺从经文的是有福的了。但是各位真的是瞎子摸象一样的，得到一个阳光罢了，没有办法活出基督来。所以结果怎么样的呢？也危险性也有，因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分类党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读经严谨背景而来的，但是他们是在经文里面的脉络不清楚了解，所以呢他们是误解了神的话，那就是戒律。法利赛人特别喜欢神迹，因为神的话也的确是有出现，对不对？很让人很容易都跑到神迷，对不对？因为圣经说叫我们要不要尽心尽力认真努力的要侍奉主，有没有？有。所以呢又跑到人为的，
所以这个经文啊，我们常常读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真的各位有明白坚定之后，明白圣灵的光照之后，多读经是更好的啊。所以各位圣经是讲这个的，所以我们生命堂所分享的圣经与我，创世纪与我，哥罗西书与我啊，现在提摩太后书与我，然后得着熏道的精神，来多加上灵力的那个奥秘是，现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华福基督生命堂是正在分享这个了，必定是要成为我的，所以这个的根基是非常的重要的。在各位教会里面，或者以前教会或者软弱的教会，常常就是有一些教会里面比较在前的会攻击你，这是借助什么？刚刚苏拉米尼人说，就是我的同母的弟兄们，对不对？常常欺负我，压我，叫我管理他们的葡萄园。有这样的事情是，他们是都是人错圣经，得不着基督的信长，得不着基督的圣体，得不着基督的位格。格罗西斯所讲的，我们的头耶稣基督，以弗所所讲的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位格没有，所以牧羊也是乱七八糟，牧羊书的解释也是很乱的解释，必定要格罗西书、以弗所书称为一个位格，基督徒、基督人、福音人、圣灵人之后，牧羊书信徒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良人，我们的主把他的羊群牧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教会里面要关注的是谁，也怎么样的方式来带领，很清楚的。所以读经越多读越好，但是必定需要这个脉络的。然后的圣经是就是永约的，永约用圣经来讲的是旧约啊，新约了，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儿女、神的后嗣所得的永约。所以各位的信仰生活是绝对是应许的成就为中心，要信仰生活的，这个才是我们侍奉又真又活的神，活的圣灵才能够有这样的。所以我的家庭里面，我想到我的孩子索菲亚、李松，他们经过怎么样的上帝的管教、上帝的教导，然后要怎么样的今天成为怎么样的人，我的头脑里是非常的清楚。我一个人蒙恩之后，有一个牧者，我的恩人一直叫我起来，我是今日的亚伯拉罕，叫我喊叫的那个牧师给我的应许，这个应许真的是很重要啊！我的恩人当中一位，那这个应许得到之后呢，我就现身成为宣教士嘛。那这个应许，当然这个应许是先是在韩国，后是在新加坡，也马来西亚，也后是在中国，后在美国，我都很清楚都会看到。今天我们这样相聚在一起，是主的应许的成就。我们应该说什么？哈利路亚！真的是这样。我们这个牧台也能够会圣扬我们主牧师，也各地的我们的同工们传讲主的尊贵的话语的，有这样的人是应许的成就，也各位自己也都有一个应许，没有应许那个信仰是没有目标、没有意向、没有异梦、没有预言，就是死的一个宗教生活里面的。然后呢，这个也可以说预言了，对不对？预言啊，主的预言，圣经是讲预言的，未来的事，对不对？然后圣经是讲到爱神、爱人的，连仇敌爱的，基督的爱，有这个的心肠来看凡事的，所以这个的基础非常的重要。各位，圣灵叫我们讨厌这个世界，叫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了，就是圣灵，圣灵的光照来的。世界的人是根本不明白，世界的人是明白修道修行，不
不明白，就死而复活的，然后后世就是儿女后世的灵，圣灵既然圣灵在你们身上，他给你儿子的灵，你们的心灵与圣灵一同同降有这个的，圣灵在你这里。所以圣灵是不能够用三度空间的眼光来要认识，因为圣灵是创造整个宇宙万有的。如哈赫希伯来文 Pneuma 就是希腊文，都是讲气的意思，风的意思。各位的每一颗的细胞里面有风，大家知道吗？我们失去了这个风这个叫什么？死了。人的身体需要这个气，生命是现在每颗我们的细胞用它的能力，它的气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就也是说，圣灵尼哥底母不明白的时候，如同圣灵是如同风一样的，有个气息来的，那是 pneuma。 所以这个圣灵真的要明白，圣灵是无穷无限的，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清楚明白，没有一个人是很夸耀的说我明白圣灵。 No， 你说我明白圣灵的时候，那个是反而证明你是不认识圣灵。圣灵的无穷无限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各位，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很重要。灵的东西，灵解是另外一度空间嘛，所以呢，灵的事情要讲的时候呢，特别更是需要 manual。 没有 manual， 没有说明书里面认识灵，很危险，很危险。所以这些方言这些我们也不反对方言，但是我们所承认的方言是圣经所讲的方言，那是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不是绝对不是学来的所以这一些的灵的东西现在新属徒运动Peter Wagner 美国富勒森学院的一个博士，他几年前他就死了他是安利属徒，糟糕，新加坡的一个牧师叫什么，他的名字叫他也是被他安利的，那个什么 City Harvest 那个他是什么东南亚第几个的使徒了乱七八糟的。各位，有使徒跟先知使徒是不能改的，我们教会我们圣徒是在使徒，上帝透过使徒先知向我们显明的启示，换句话说圣经上面有见证的这个灵的东西然后新使徒运动是很多种的，很多样的。听说现在中国也是现在大概二三十年之后现在才有，中国有些新使徒运动各位，就是我认为是严重的偏差一段不一段是主自己判断，严重的偏差，然后呢叫很多人跌倒的，叫人反而更不认识圣灵的，叫人在有混乱灵的。那灵恩派的问题是什么呢？什么都接呢，开放就是很危险的，会绝对要保守这次有机会我再跟各位分享关于保守的那个事情。保守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 manual 这个的基础我们不能随便改，但是灵力里面有明白什么叫最属灵的，最把主的道活出来，很实际的活出来，这个叫最属灵的24个小时凡事上正常日常时常的，这个叫最属灵的人所以对属灵的这个概念都是也不对了。各位，很多种的教会的一些运动会，我就告诉各位两个来判断的话非常正确在中国有些弟兄姐妹来找我们的同工来问这个这个教会要不要接纳一下拆纳一下，也教会这个很教会复兴会我们同工们必定要看两个，一个是否那个的教导是教我们活出基督这个要必定看到24个小时凡事上，然后能够会看见基督活出基督。
第二个要看的是他跟从这个教育的结果是有没有显出基督的美德，谦卑、温柔、忍耐、喜乐，换句话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非常自由、感恩、盼望的那种的生命呢，就是不能隐藏的。所有的新使徒运动，各位在网站里面查看，都是潘杰宁大财富，有一个使徒的家是有两部飞机，三个游泳池，飞机在自己家里能够起飞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路啊？那个飞机起飞的路，跑道也在家里啊。然后他跟女人的关系，这个太多的有些风闻，样式已经不对了。我是有故意每年穿同一个衣服，甚至给各位看的，觉得干净就好嘛。就已经穿了12年了哦，没有故意不戴手表，今天也借来了。任何的装饰我不想带在我身上，就像我虽然是很不够的人，但是想学习耶稣，一个马槽里出生的，一个做木工的，病人、贫穷人、罪人的朋友，应该有这样的。亲爱的，我的亲爱的啊，你的羊牧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我们真的要有分别的眼光啊！新使徒运动绝对不是喽，实在是危险。这个神秘主义哦，必定要看两个啊，一个是他的教导是叫我凡事上，不是他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什么经验，乃是什么叫最属灵？而是要凡事上能够活出基督来，这叫最属灵的。然后呢，他有这样的信仰生活5年、10年、20年，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的永存的房屋是基督的美德。充满在人人都认定说他是有爱的，他是一辈子虽然是软弱，但是努力尽心尽力要学习主，就是活出基督来，然后要见证主而活的。他是一辈子称为小子，我们主耶稣就是所讲的那一位小子、寡妇、孤儿、很多婚姻问题、疾病、贫穷人的朋友，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各位，我们这是很明显的嘛，需要说明嘛，这样哦。各位很明显的嘛，各位这个灵哦，得到很正确的重生的灵、基督的灵的话，自动的会，然后这个所谓那个恩典福音、恩惠福音还是恩典福音哦，那是我们下午我们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圣经的整个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真的要很清楚了解，所以这里面都有圣灵。重要是这个，我看各位，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圣经堂的弟兄姐妹是都这个两个都有，但是实际的那个得到甜蜜的交通那个秘诀里面，这个比较弱。所以各位天天祷告，对不对？各位的祷告的时候，不要按照你的意念，你要得到祷告，你的祷告的根进到这个地方，你的祷告的根要进到这个地方，你的祷告根进到这个地方，你的祷告的根要进到这个地方，以这个基础上面有根有基的要寻找主的爱、主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信仰生活是这个来的，所以坚定是这个来的。然后呢，各位与主同行的一个生活，各位，生活是必定要通过祷告的，这个叫靠圣灵，不消灭圣灵的光感动，圣灵充满，顺着圣灵而行。那你祷告当中，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脚步里面，如同你天上为我所定的。祷告成功的话，祷告中已经蒙运营的，祷告之后继续不断的都是神迹异能了。祷告之后就是神带领的，全能的神带领的。若不是的话，我家庭里面我跟我的配偶差一点今天也吵架了，但是神带领的，就是
恶魔不能侵犯我的家庭，恶魔不能侵犯我的心灵，真的是一个同行的根基是从这里来的，靠圣灵。然后呢，我们传，对不对？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各位千万不要传讲你的福音，要传这个，这个要释迦中论了，这是36课了，实在是需要传福音是神为的，叫把童女，对不对？许配给丈夫，让他们认识这个这段道路、真理、圣灵的耶稣基督，让他们遇见神。所以以这个为中心传福音的时候，你的传福音的信息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丰富。那当然，释迦中论啊、36课啊，这些是要成为一个末药，藏在你的怀里。但是呢，圣灵的光照是暗示后就会出来。各位，虽然36课是主的恩典，就给我有这样的感动，偏排出来，因为我培养门徒上没有这个不行。所以呢，36克的这个骨头，像圣经的肉，天肉，好像以西结书37章一样的，那个绝对需要。所以呢，就36克是一个既缺骨一个既缺骨一样的，有头有尾的，对不对？一个也不能出掉的。我定出20克，前面5克是释迦总论的大纲的眼神，然后呢20克是遇见神10克，宇宙交通5克，与主同行5克的。所以我是偏排36个之前先要遇见神、与主交通、与主同行。那怎么样遇见神？你要这样问，圣灵给我光照一些智慧的话，按照那个10克有我就偏排出来。然后每一课里面有4个5个的大纲，连我自己作者自己也是常常忘记的。所以知道吗？我就36课编排之后呢，我在厕所里面那么漫长的时间做什么？就是第1课开始准备过来。各位，这个需要，但是不能够停留在知识这里，必定是对这个末药随时呼求主的名。我的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大香膏发出香味来，圣灵的光照来，圣灵的气息就来，那个呢很重要的。但是你的装备也很重要。有聪明的人起码读到大学或者高中以上的，有聪明的人是，我看大概2天全部背过来，2天，用2天来，你能够可以得到一辈子可以使用的末药，那个基础的根。然后后来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这样圣经的认识是圣经的人物事件情况，对不对？即使问天肉叫你多明白那个信心伟人，我们信心列祖的他们的脚中要明白。所以真正的这个有坚甸的人的传福音是不一样的，活的。然后传的时候绝对不勉强的，会知道圣灵光照的，不会勉强跟人家辩论这样，不会的，就是真的依靠圣灵。那甚至有这样的人，很神威这样的人，好像看起来很慢的样子，但是日子久了10年，桃李满天下了，真的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神继续不断的做工，就是传福音、宣教正确要了解，然后呢，怎么样建造教会。各位，教会是门徒了，门徒。所以各位，门徒培训里面最重要是这个部分了。然后怎么样与主交通，很亲密的，非常的甜蜜的交通。你的夫妻生活是怎么样在中间有主的带领，你养育孩子在中间主怎么样带领，你的事业是主怎么样的中间会带领。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教导培养门徒。所以每一个堂会的带领者，不要单单听李牧师、智山牧师的信息反复反复，那个呢大概2-3天可以背过来就可以了，然后里面的意思什么意思大概知道就好。然后在你的现场、你的地方，
山东、白城、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在哪里？真的是用你的话，你的话来讲，我相信哦。哎呀，牧师又看不起我，我正在这样做。阿门，哈利路亚。这是我们三十六课那个书的序论里面我写的，是这个来的，实在是很重要哦。所以，这个是一套，这个叫兼祭坛，筑了一座坛，兼会幕，兼圣殿。圣殿，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看到，虽然说四十六年建造的很辉煌，还没有完成，罗马是用来控制整个以色列人的，把伊东人叙利王带来，大叙利王带来，然后就很长的时间里面用建造，为你们建造这个圣殿，然后控制他们。我们就耶稣基督看到说，这个圣殿里面都是解买卖的、直销的、污票的。要得人，有一个卖入才来的人，满满的圣殿里面不纯洁，所以我们就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唯一他很生气哦，就是把那个做买卖的全部都会倒下来，他就做辫子来，他是不打人的，就是干人，干做商人的。圣经教会不是圣明堂，圣经教会绝对不接纳任何的直销、任何股票商业活动，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不可以啊！我们就哭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们就真的哭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各位记得就尼希米的城墙吗？有一点动啊，哇！世界的潮流啊，世界的方法，世界的那个意念，世界的弹心，哇，都进来的时候，很纯正的猪的羊啊，都会受到很严重的，有这样的受害。我们华富就是生命堂，好多人是因为教会反对直销而离开的。那我们是怜悯他们，祝福他们，他们能找到一个可以直销的一个教会，起码在哪里能够会得着。就是牧者的声音，能够起码声音能够会起来。我们教会那个股票的，偷偷做的也现在还有吗？还有吧，但是绝对不能够公开的说买了什么股票等等。各位主所爱的圣徒呢，一天一天要依靠上帝所赐的饮食来活。有一套衣服，有吃的，足够了。在这里加上一个，就是弹性了，弹财，弹性是万恶之根了。实在是这样，我是一辈子在教会里面的，所以你瞒不过我，我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偷偷要赚钱，对，股票是赌博来的，好像明目上是好像兔子哦 ，no， 就是赌博，最讨厌的。你绝对不是有兔子的心理，为了国家发展，那个公司好像合乎你的心了，所以要发展那个公司来你投票，绝对不是的，你是要赚钱而去，那是不劳而获。是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也是非常的反对的，不劳而获的一个晚上起来哦，20万都进来了，他绝对不做工的，不做工不遇见人。不祝福人，不传福音，就是整天在电脑前面搞这个。我们的主非常不喜悦，各位必定要记得，我们教会是没有吧？牧师又看不起了我们教会绝对没有，所以这是主真的讨厌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你们全部拆毁，我要重新建造。在哪里建造？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要。”得到三天之内我死而复活，把你们的生命完全拆毁，重新建造，我给你们新造的圣殿。耶稣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那个作证的。耶稣死而复活之后，门徒们才想起来。各位，实在是这样，圣殿先成为基督的身体，明白圣灵
凡事上能够明白上帝纯全善良科学的旨意，最属灵的人，最有能力的人，最有神迹异能会跟随他的人，有这样的这个系统很重要。还没讲完了，我们吃饭之后，我们下午我们继续吧，也各位听的时候有说不太明白的会问用字条啊给我或者给智善牧师，我们来一起学习这一次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另外一个新人了，哈利路亚各位要知道你不是来北市场的信息都一样的，但是最主要的你最需要的其他很多的新鲜的是借着你们的牧者多学习，我的责任我的使命在这里，必定各位要好好的思考，这一次是必定要成功，明年来的时候还是一样的股票在哪里我在哪里，就是真的是这一次祷告要清楚，阿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请智善牧师带领祷告一下。就感谢你今天早上丰盛的预备，让我们看见主爱我们教会，你赐下你独生爱子，正纯正全备的福音，主是主的教会需要的，主你来是为了你的教会，你的家伙，主你用重价把它买回来，叫它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没有皱纹的内容，主这个荣耀的教会，主你继续生出来，主也我们每个堂会主都各有挑战，主但是感谢主用主的真道来洗净我们，主用你的福音来建造主每一个人生命的殿，使我们有根有基的能够看见你，有根有基的认识在我们心灵里面时常运行的那个圣灵，感动我们的圣灵，主当我们走向末世时代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假道有各种侵入主的教会，污秽你的圣民的心的那种道理被捏造出来，但是感谢主继续主炼净洁净你的教会，阿们，主我们知道我们基督生命堂，主我们在主的众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扮演着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色，但是主你看住我们的中心，主就使用我们真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能够得着主的心意，继续能够发出主的声音，寻找主要牧养的群羊找到主合你心意的主的羊群，主给我们这个心常常使我们想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主他温柔谦卑的爱慕群羊的为羊群舍命的，主让这样的恩惠引导我们各生命堂的带领人，主让我们带领者常常就是仰望我们的家伙，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良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接下来主这几天主我们要集中祷告，很多我们要思想的判断的我们在要生命里面要跟主摔跤挣扎，主求主帮助祝福我们神心灵再次恢复，也祝福我们李车牧师让他恩上加恩地上加，阿们，给他很清楚很敏锐的判断心灵的感动，叫他能够在台上正道的时常想起主给他的话，主我们感谢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